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, ！接掌声给惠特。你好，第一次见面，而且也是第一次来将军吼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觉得台南的朋友很热情？有，谢谢你们。我们刚在后台啊，听着惠特的音乐，然后就跟工作人员说，我们好像很适合来杯红酒，或者什么，就躺在沙发上很慵懒的感觉这样。但我有问题，老师，啊欸、你这样演出会不会需要准备很多帽子跟眼镜？我一直都差不多戴这个，真的吗？另外一个，而且你看帽子跟那个服装都有搭配耶，真的、啊。你是我们都开玩笑说会不会坏特是跟那个凤飞飞致敬这样，之前好像帽檐都会稍微大一点点，对不 对, 对？那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演出或唱歌？就一开始大帽子的时候，我都看地板，就有点像这样，对，前看这边看边。那现在我觉得视野越来越好了，嗯，对，都看得到大家的表情、是眼神。嗨，哎，再给坏特一个热情的尖叫声。Hello， 我爱台南吗？而且。来台南这么开心，我觉得你应该很 enjoy， 尤其在将军渔港这边呢，我要好好推荐你，因为来这边可以吃到很棒的海产，然后也有牛蒡茶，你知道可以润喉啊，像在唱歌的话，其实对喉咙很好。对，然后也可以呢看看这个美丽的风景啊，海景，然后待会还有烟火、哦，是，希望可以常常在这个台南这边看到你的演出。我有什么要来，你们邀请我好吗？可以吗？你知道听快乐音乐啊，就莫名的声音也会变得很慵懒。记得来哦，下次。对，记得哦，好吗？还有，下礼拜六哦。对，好啦，那这一次来到台南哦，这个刚刚连续两首歌，其实你应该好继续来安排很多很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，对，对不对？现场的朋友，算了来，听得够吗？不够，对不对？那我要勤快就帮我们那个讲一下，就是因为我知道你自己好像很喜欢那个 lofi 音乐，对不对？那个这么 chill 的感觉，接下来的歌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的？接下来的歌呢，基本上是我上一张的专辑叫做《一个人的卧室》，是里面在写很多心里话，嗯，然后比较私密的一些感情在里面。所以你有空的话可以去网络上 YouTube 等一下，然后帮我就是多增加一下，多听多听几次，好不好？好吧，记得要多多的支持哦，好吗？那就继续的把舞台交给惠特，好好的来 chill 一下喽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我在19岁，我刚开始学音乐的时候，我是很晚学音乐啊。如果大家看过访问的话，就知道，但是大学刚开始可以学吉他。那时候我开始学的时候，我觉得哦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我好像每天都在念书，然后就是听着爸爸妈妈说要找一个好工作，要找去找一个稳定的工作，念一个大学这样。那我那时候觉得很迷惘，所以我就休学了。那休学之后，我就开始想要做什么，然后学吉他是我的一个清单上的一个事项，所以我就真的那时候就学吉他。那过了2年之后，我就开始写歌。然后开始弹吉他，然后开始，不知道过了5年之后，然后我的写的歌就被发出来了。那今天演唱的第一首，现在这首歌是我人生写的第一首歌，是叫做《Gatto》，是意大利文，是脏话的意思吗？那是他的写的东西呢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歌词，就大概知道了。是我写给我意大利的一个女生的，那时候来我的医院的接待，我接待的一个意大利的学生。那你们看看歌词，感受一下那种慵懒，然后有点性感的氛围咯，送给你们。I'm drowning.
大家。好快哦，要唱最后一首歌了啦。最后一首歌是我在前两年写的，那时候我是在大六的时候，我念的学校是医学院，所以我就是像大家所说的好学生，乖乖的从国中考机测，然后高中考学测，然后大学念爸妈说觉得医学很好，就念医学，然后就念考试，考到19岁，刚才说就以往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了休学完回来，我又继续来念念书了，就继续大三大四，我一直考试，考到大六的时候，我又进医院实习了。那进医院实习之后，我就还是很迷惘。虽然已经有休学过了，然后也学了吉他了，也开始写歌，但还是很迷惘。然后每天就去医院，然后值班，然后帮病人做事情，然后早上7点晨会，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这样子。每天就像一只黄金鼠，就因为我家养仓鼠，每天转。那我就在前两年就写了，还是一年前我就写了一首歌。这首歌的意思是转，好像是我那时候的心情，很迷惘。然后有一点点不知道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，我的灵魂在追求什么东西，来到世界上要做什么。于是我就把这种感觉写下来。这首歌的名字是台语，是 say 啦 say， 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可以找到 say 出去的方法，好不好？加油，送给你们 say say。有没有一种好像可以配点小酒的感觉？